谭咏麟碎粉事件嘅网友大家好，到底呢两张相系边个拍嘅呢？不过都系咁讲啦，我哋唔可以诽谤人嘅，不过大家研究下啦。同埋我都系谭校长嘅粉丝嚟嘅，我利益申报。好啦，根据我揾咗好耐，就发现咗。谭咏麟的微博10月22号其中一张照片出现了背后一个女士的，跟着给我再找，终于发现到了，就是这位的，会不会她就是悲伤牛肉面的前女友呢？大家可以评论一下啦，在评论那里。其实这些照片其实是不是只不过是帮他拍呢？并不牵涉到一些不道德的事呢？好啦，我有最新的进展呢，再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，希望事件再水落石出，再见。